杨毅给子涵的。还是杨毅的多。杨毅现在三封了。看他看杨毅的信很快，找老张，对，找老张似的。忙碌一天回家看到大家都不再有点失落，好在你及时出现。哦哦，刷碗，我发现我的厨艺直线飙升，还要继续多鼓励啊。你看那表情都笑了。是的，骑马那天骑马很开心，希望可以多了解。谢谢你不经意间的鼓励还有坚定，让我感受到你的价值。虽然我做菜笨手笨脚，但是你给我的勇气让我继续勇敢尝试。这是昨天晚上的，前一天，昨天晚上的拍照留念。老张写给我就是在骑马后的那一天写给我的，感谢我给他一直的鼓励，然后以及坚定的选择，也会让他会感觉到自己的价值，所以我觉得就是有在慢慢走进他的心。